有事吗？我想要回我的手机。理由？打个重要的电话。每个人都想要手机打电话，我为什么要答应你？因为很重要。规定是不允许的。 如果你想要回手机的话，那就得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你答应我不告诉别人。好，你说吧。 刘少，一会儿平衡训练是你去还是我去？什么意思？今天太阳这么毒，下午又是海滩训练，我想你歇会儿吧，让我去。用不着。哎，让开。那个，训练结束之后能一起吃个饭吗？再次提醒，只谈工作。哎，工作餐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嘛。再怎么说。 你也要吃饭吧，秦生，请你自重一点。都过去这么久了，你还不肯原谅我吗？刘少，秦教官，没事吧？没事。谢谢啊。 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啊，有吗？人间不拆呀，你也真是够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海边体能训练，你们还有心情笑吗？ 训练是很严肃的事情，希望你们能够端正态度，还有，不要带不该有的装备。好了，现在我给你们3分钟时间，把该放下的东西全都放下。你还是快拿出来吧。不，走吧，赶紧的。不。 平衡训练，男生和女生分别搭配为一个小组，每位女生10个俯卧撑后，单腿独立。失去平衡者，相对应的男生下水进行俯卧撑训练。看好你哦。
冯茂，行不行啊？女生准备，开始。最棒的，怎么这么不公平啊！粉红帽都已经拿到额外积分了，凭什么只有五分啊？哎呀，是不是其他成绩差啊？小粉，我觉得五分已经很好了。对啊，我觉得五分挺好的呀。魔鱼，你可得加油了，别被淘汰了。巨熊，你看看白沙和火狼女齐头并进的，你在哪儿呢？我在这儿。积分追不上，人也追不上。怎么了他？哎，巨熊喜欢火狼女啊？你才知道？怎么了？还不能有人喜欢我啊？看来我有对手了。你敢死我就敢埋，放马过来吧。确定你说话一定要这么直接吗 ？I don't care。走吧。走。之前我跟你们提到过，作为一名保镖，一定要提前防御，先发制人，先发护人，在危险面前，要建立像盾牌一样的防火墙。我们为什么叫烈火神盾？想必你们也应该知道。我们还有一句口号：完美主义，负责到底，超越极限，无懈可击。来，都跟我念一遍：完美主义，负责。
三大理，超越极限，无懈可击。好了，可能你们现在还没有办法体会到，到后面，你们就会慢慢的体会到其中的真意。现在我要教给你们的，就是一名保镖，什么才是正确的站姿。你们在电视上看见的保镖，应该都是这样站的吧？你们的左手扣在你们的右手上。白沙，你过来，站到我的对面。 这个时候，如果白沙是一个陌生人的话，我的左手就可以上前去阻止他。如果他对我造成了危险的因素，我的右手是空出来的。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直接出击。明白了吗？那如果是左撇子的话，是不是得用右手盖住左手？没错，聪明。 接下来我要给你们讲的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日后一定要时刻谨记的，叫做物理隔离。什么是物理隔离？火狼女，你过来。火狼女，你来扮演保镖，白沙，你来扮演药员。 这个时候，迎面走过来，经过我，开始。哎，Game Over，任务失败。你没有说你要突然袭击啊？在大街上，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杀手。秦教官，大街上哪有像你身手这么好的杀手啊？杀手的身手很有可能比我还要好。 但是药员就不一定会有白沙刚才的反应了。知道你们刚才犯了什么错误吗？站过来。从一开始，你们的战略就有错误。作为一名保镖，一定要站在药员的右后方。这个时候，如果对面有陌生人过来，你可以用你的左手。 把药员搬在你的身后，这样对。这个时候，如果陌生人对你产生了危险的因素，你的右手就可以直接出击了。都明白了吗？明白了。秦教官，如果这个时候有两个陌生人同时出现怎么办呢？问得好，粉红豹，你也上来。粉红豹。 你和白沙扮演陌生人，站到对面。我来扮演保镖，火狼女扮演我的药员。你们两个迎面走过来，开始。看明白了吗？都站到那边去。 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吗？因为白沙和粉红豹两个人，从身形上面来看，是不是白沙更具有危险性？是。所以作为保镖，一定要隔离最危险的因素，这就叫做物理隔离，隔离在危险因素和药员之间。都明白了吗？明白了。你们都下去吧。 你们一定要学会举一反三。刚才我们演示的是在大街上，在任何地方也都是如此。你们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身体把最危险的因素给隔离开。身为保镖，你们必须建立这样的意识，作为你的第一反应，形成一种条件反射。 快点，快，再快！想不想吃饭了？
你下去。不说话，你们嘴上不说，心里一定在骂我呢。其实这也是训练科目之一，是为了提高你们的警觉反应。什么是警觉反应？警觉反应就是指对外界刺激所做出的第一迅速反应，同时也包括对外界信息的接收能力。报告教官，听不懂，说点通俗的行吗？比如说有一些人一旦睡觉便昏睡如死，雷打不动，而有一些人虽然在睡梦当中，但是依然对外界的信息能够迅速接收，做出反应。巨熊，你就属于前一种的典范。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警觉反应还不行，爆竹一响完全懵了，还有一些人居然钻到了床底下。在想什么呢？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床底下会死得更快。那你告诉我们用什么方法？正确的做法就是跑，越快越好。有个宿舍爆竹上面盖了床被子，谁干的自己承认吧。不用紧张，你做的是对的。人才啊，你的做法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你把被子给弄坏了。记得有时间来办公区赔偿被子的损失。哦，教官，我理解你的用意，但问题是这爆竹炸了以后也太响了吧，炸完以后全是味儿，多吓人呢。很吓人吗？在国外训练的时候，外国教官可用的不是爆竹，那可是真枪实弹，一颗颗子弹往天花板上面打，你们自己好好感受一下。
有值得注意的好苗子吗？崔天琪的记忆力、感知能力以及身体的平衡性都超人一等。梁大威不用多说，每次训练成绩都比较靠前，还有巨亮，最近训练特别的刻苦，好像跟梁大威杠上了。嗯，好啊，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嘛。我认为啊，这种行为应该鼓励。关小迪和张燕，他们两个也不差呀，各方面的能力都不输给梁大威和巨亮。不过我觉得还是男生力量比较占优势。嗯，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女的就一定比男的差吗？你能不能不要太敏感？我敏感什么了？你的意思是说我歧视女性了？你看，你自己承认了。别吵了，我看有必要比一场，让男生和女生来比一场。比什么？今天我们要进行一场特殊的训练比赛，男女生分队进行对抗，希望大家都能认真听清比赛的规则，顺利完成。男女生各分为两队，两两一组，每个人负重一人，到达我身后拿起鱼篓交换折返进行接力，直到最后一组到达终点。接力结束就可以去后面的沙地寻找打开箱子的钥匙，先打开箱子，升起旗子的队伍取得胜利。所有人准备，预备，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快快快！快一点！快一点！不用再质疑，你是坚强自己。化险为夷，找到自己的 style， 灵活的意志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定，深蹲的包袱会让所有危险散去，每一次行动都是正义的化身。 Right now 就让我们一般当先，不用再质疑，你是坚强自己，慢慢学会存在意义，不开迷雾寻找失去的足迹，让一切开始真实。好了，去找你们的钥匙吧。那边。Just gonna pop some crisps, pull the big players, funny gonna blow you out. Now player haters, you gotta put a stop to this. We ain't gonna drop, flop, gonna blow the scene. Player haters, we just gonna pop some crisps, pull the big players, funny gonna blow you out. Oh, 冲破心不哭。化险为夷，找到自己的 style， 灵活的意志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定，深蹲的包袱会让所有危险散去，每一次行动都是正义的化身。 Right now 就让我们一马当先，不用再质疑，你是坚强自己，
就侥幸吗？嘚瑟什么呀？特别是你崔天琪，凌弱的要死，这么嘚瑟。崔天琪果然有前途，值得好好培养培养。好吧，我承认，这批学员女生比男生占优势。本来就是嘛，这还用你承认？教官和柳教官之间活脱脱是一对史密斯夫妇，一冷一热，够拽够酷。我敢打赌，他俩之间一定有故事。反正到目前为止，我见他们除工作交流以外，没有说过一句话。你是怎么看出他们俩之间还有别的事情啊？除了工作交流之外，都没有说过一句话，这不就是故事吗？哎，你不八卦会死啊？对啊，会无聊死。我劝你一句，还是少说教官比较好。啊，思峰，你怎么老是护着他们呀？你是不是也对男生教官有意思啊？幼稚。怎么了？谁干的？你告诉我谁干的？是不是那群男生干的？你不是我去找他们？哎，小迪，小迪，你别去，你去了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你被欺负了，我不替你出头，谁来替你出头啊？那下次呢？不能每次你都替我出头吧？那有什么不可以的？野蛮人。要不这样吧，我教你。你教我什么呀？我教你变得强大，教你下次不会再被他们欺负。你说你要教我打架？准确的说，那叫格斗。你只要握紧你的拳头，一拳出击打到他下巴，就可以打赢他了。然后我被他们打得更惨了。你只要打得狠一点就不会了，又不是没在现实中打过人。你没打过人啊？打人算什么呀？我以前一分钟连斩七八十个人呢，现在还是诛仙的国服记录呢，厉害吧？啊，挺厉害的。我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打人。当然没有了。行，我来教你吧。就像秦教官说的，格斗是必不可少的。来，现在握紧你的拳头，这是本拳。来，手不过二指，握紧拳头。好，这里握紧，一定要握紧，握紧拳头。然后呢，打人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两个指头打人，如果用下面这两个关节的话，可能会伤到你自己。为什么用上面两个打人，下面两个会伤到自己呢？因为你上面的食指和中指指关节会比较粗大，击打的时候不会受伤，而你的无名指和小指指关节会比较细小，如果一不小心的话，可能会出现错位。哦，现在握紧你的拳头。假设你现在要击打我的脸，你把目标放在我脑后一指的方向，你一拳从下面往上出击，打我的下巴，击穿下巴之后到达那个位置，懂了吗？来，试一下。把腿打开一点，膝盖弯一点，眼神犀利一点，要狠一点。好，试试。出拳。你让我打你怎么能行啊？我从小就是跟别人打架打惯的。来吧，你又不可能伤着我。来，我数一二三了啊，试试。打脸，打下巴。干嘛呀？
你愿意一直做一个软蛋吗？你乐意被那些男生欺负吗？赶紧强硬起来，来，把手举起来，握紧。刚教过你的，握紧，握紧。打，出拳，一，二，三。哎呀，你，他们这次是泼你水，指不定下次又要泼你什么。坚强点好吗？没我你可怎么办呀？加油，来，我数一二三，要不行我真打你了啊！举起来，一、二、三。你以为我真被你打呀？喂，粉红豹，你先回宿舍啊，我去帮大家买点饮料。我说，这也太不公平了！你就是因为请假休息一天，没拿到积分，就被那个粉红豹给反超了。本来回家的就应该是那个弱女人。对啊，算了吧，像我这样，就算坚持到下周，下周也得被淘汰，早晚都得淘汰，还不如回家吃点好的去。哎，回来，干嘛去？见了面连个招呼都不打，太不仗义了吧？说话呀，装死呢？哎，回来，我哥们要走了，给我哥们道歉。说，给我哥们道歉，说回家的应该是你。说啊，说呀，说不说？说不说？没事吧？红豹，你敢打人，看我不收拾你！没事，你干嘛？欺负一个女生，你有意思吗？过来！算了吧。哭什么呀你？好。哎，对了，你刚才那一拳那么狠，谁教给你的？火狼女啊。你跟火狼女也很熟啊。嗯。那她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他都跟你说什么了？说你是他的手下败将。哪有？摩托艇，电梯里抢箱子。那是他耍赖，不算的。不是，如果我们俩正面一对一，他绝对不是我的对手。你们俩还挺像的。我和他。都只能当第一，不能当第二。这样不好吗？这样不累吗？反正我这次训练营一定要拿第一。为什么呀？我要证明我是最强的，最有资格进烈火神盾。很难吧？那我就击败他。你不还说要追他吗？那个是玩笑话。再说了，追他是一回事儿，竞争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你有病吧？你们谁欺负的粉红豹？你还敢替他来出头？你看他把我打成什么样了？那是你自己没本事，活该。火狼女，想干嘛呀？你们俩出来跟我单挑。神经病。不敢了。我是怕把你打伤了，我赔不起。你送上门来挨揍，你可真是个浪女啊！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我说你是个浪，没事吧？火狼女，你敢到男生宿舍撒野，看我不揍你！住手！
虎狼女，你够了！一群欺软怕硬的怂包。你不也是一样吗？你什么意思？打他们算什么本事啊？你出来。今天想怎么打？光明正大，别耍花招，我们打一场。好，让你输得心服口服。男生功力全部铲平。火狼女，我一直给你留着面子，别不知好歹。九哥，看谁呢？你哄谁呢？就算那妖女来了，我也照样打。真来了。训练营吗？有什么好稀罕的？钱我不看了，小弟。